们继续今天的云原生技术主题分享。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有请来自阿里巴巴的两位高级软件工程师于英豪和王双，为大家带来主题分享，面向 SLO 的资源估计调度以优化利用。 Our first topic this evening is SLO-Oriented scheduling with resource estimation to optimize utilization. Welcome.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混布团队的于英豪和王双。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阿里云平台上基于资源使用预估的一个 SLO 差异化调度来优化资源使用率的一个项目。首先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我叫于英豪，我现在在阿里云原生混布平台做的事情主要是在 KBS 这个体系中支持 AI 和大数据作业的调度和资源管理，以及GPU 作业的一些调度和优化。大家好，我叫王双，我目前主要负责在 Kubernetes 架构体系下，就如何通过混布能力来提升整体的资源利用率以及 GPU 利用率提升这一块。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一个大纲，主要是分为四个大块。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 SLO 差异化调度以及做这个资源使用量估计的一个背景，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带来的一些潜在的收益等。然后第二部分我们会来介绍在阿里云的这样一个平台上，我们为了实现这样一个 SLO 差异化的目标做的一些设计和方法论等等。那第三部分是我们在阿里云的集团内部的一些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业务上落地的结果，以及一些想要分享的一些经验。那第四部分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些探索。那今天我会来介绍第一部分背景和动机的介绍，以及方法论设计里面的前面一部分，然后后面会有王双同学来进行介绍。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做这样一个项目的背景。随着我们阿里晶体的上云啊，就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集团内部的这样的一些业务都进行了云原生的改造，然后呢，他们在我们的阿里巴巴的 serverless 基础设施上，以 KBS 原生语义在运行着，那我们发现，在我们集团内部观察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和在其他公有云、私有云等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种类的业务在跑在这样一个共享的一个基础设施上。那对于我们阿里内部来说，我们除了有传统的电商业务，还有大数据的处理业务，以及一些 AI 的作业等等。那为了支撑这样一些多种多样的负载，那我们是做了一个 unified 的一个统一的一个 operator 这样一个框架，我们叫它 kubedl。 然后是这个工具呢，我们也已经开源，后面我们会在下一页做详细的介绍。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种类的不同特性的这样一些业务，那AI 大数据处理等等，它是其中一个增量比较快的一个方向之一。那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个 job 层的一个 operator， 来支撑这些作业。那我们主要的增强呢，主要是四个方向。一个是说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框架来兼容不同的这种AI 作业啊，这种框架，比如说 TensorFlow、PyTorch 等等。这样的话我们能做到对这种多种框架的 job 的调度的支撑，把它这种通用的能力沉淀下来，做到一次开发一次运维，减轻这种我们来框架设计的这样一个压力。第二点是我们做了一些调度上的增强，并且把它做一些插件化的管理，比如说支持 GAN scheduling， 支持 GPU 的拓扑感知的调度等等。第三部分是我们把就是训练
AI 训练的作业的一些代码和基础镜像做了一些解耦。第四部分是我们做了一个通用的 job dashboard 来监控这些作业的一些生命周期。然后这个项目呢，我们已经开源了，大家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来看到我们开源社区的一些动态。好，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在我们这样一个云平台基础平台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作业，那他们的 SLO 目标是差异很大的。比如说对于这种web 服务类型的在线服务，他们是要求比较低的时延，然后对于这种大数据处理作业以及 AI 训练作业，他们可能是希望有那种吞吐量为主，然后他们是有基线要求的。那不同的 SLO 目标对应着是他们对资源使用的要求也不一样。那对于这种在线业务，他们可能不能容忍比较大的干扰，因此我们必须在运行时给他们比较多的资源保障。那对于这种基线 driven 的这种吞吐量 driven 的我们可能有一些空间来对他们进行一些资源的超卖，来最大化的利用这个资源的效率，同时呢也不违背他们的 SLO。那对于 AI 作业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混合复杂的状态，因为它里面除了有一些要求吞吐量的训练作业，它本身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在线推理的这种 AI 作业，它本身也是时间要求比较高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面对这么多不同 SL 目标的这种作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难题，是我们如何在保障他们的 SLO 的这个基础上来更最大效率的把这个资源利用好。那主要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可以有哪些资源可以用来超卖，怎么来调度，超卖给哪些人，超卖多少等等。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会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在我们的平台上做这种 SLO 差异化调度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总体的设计。那首先呢，我们会有一个基于社区的 QoS 和优先级等级这样一些API 一些设计来那个交付不同的资源的 SLO 来做不同的保障和认定。那在这种 SLO 的这种交付基础上，我们来做一些资源的超卖。那我们也做到了内存的超卖。那超卖的同时，我们的一个难点是如何保障超卖的稳定性。那我们会有一个基于实时的资源使用量的一个估计，来做一个均衡调度，来防止出现那个热点。那右边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一个大体的框架。后面我们会细节的讲每一个组件我们的一些具体的设计。那这里呢，主要介绍一下它的主要的一个大体上的框架。首先我们会在作业上区分 QoS 和这个优先级等级来交付这 SLO。 然后在节点上我们会有一个组件，一个 agent 来采集这些实时的资源使用量等等的信息。然后在中心端汇报到这样一个中心端组件，来做这样一个资源的未来的资源使用量的一个预估。然后在这个预估的基础上，我们来做基于水位的一个调度，以及抢占和优先级的调度等等。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细节来讲每一部分我们的一些具体的设计。首先是这个资源 SLO 的交付，我们主要是通过 QoS 等级和优先级等级这两个概念来交付不同的 SLO。我们知道 QoS class 呢，它主要定义的是说，一个业务在运行时它能够获得的资源保障。那在社区我们也看到，我们会通过 QoS 这个 class 来约束资源的申请量和它的 request， 就是它的 request 和它的 limit 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会去约束一个业务是否允许使用超卖资源。那在我们内部还也做了一些增强，比如说我们将 QoS class 和CPU 的绑核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些约束。比如说我们在细分了哪一些业务它的 CPU 必须是独占的而不是 share 的。那在独占的里面，我们又分为了是否可以被超卖，
以及允许被炒是否可以被炒卖来做了更细分的这种划分。那另外一个概念是优先级的等级。优先级等级我们知道它是用来影响一个业务它能够获得资源的一个机会。那在我们社区的定义中，优先级等级会去影响一个业务的被调度的优先顺序，以及在资源紧张时它被驱逐、被 OMQ、被抢占这样一些可能性、这样一个概率。那我们内部也做了一些增强，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社区驱逐和这个 OM 的 kill 它是两个不完全一致的一个顺序，那为了保障资源紧张时候的这样一个处理的一个逻辑的一致性，我们将我们自定义了设计了一套OM kill 的这样一个顺序，来保障它和驱逐的逻辑是保持一致的。那这样在资源紧张的时候，用户的体感、用户得到的保障的这个逻辑是一致的。那最后一点是我们会对这个不同的 QoS class 和这个优先级 class 的这样一个组合做一些限制，来防止一些不合理的情况的出现。好，那在有了这个 SLO 的定义的基础上，我们知道哪一些业务它是允许被炒允许来使用超卖资源的，同时也规定了在超卖之后资源如果出现了紧张的时候，我们会怎样依据怎样一个逻辑先要优先顺序来处理这些情况。当然我们一个重要的难点是我们并不想就是超卖变得不稳定，也就是说频繁会触发，比如说驱逐啊，比如说抢占啊， OMQ 啊等等。那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个有稳定性保障的超卖。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去预估节点上的实时资源压力。那这张图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解释，我们首先会去采集每个节点上的资源水位的实际变化情况，然后根据一定的算法通过观察它历史上一段时间的使用规律来预测一个业务一个 pod 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的资源使用情况。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对于这个 pod 它有多少资源是已经分配给它的，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很大概率不会使用的资源。那这些资源我们会稳定，我们把它拿出来进行超卖给一些best effort 的作业，来提高这个整体的资源效率。同时呢，由于我们这个实时水位的估计呢，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保障这个超卖是稳定的。好，那接下来由王峰同学来介绍剩下的部分。大家好，接下来由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后半部分的一个分享。然后这个章节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我们的冷热熔回收的一个技术。然后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源头可能主要还是要从 Linux 那个一个内存管理的那个策略来说，因为它会尽可能的缓存使用过的页。然后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快一个整体的访问速度嘛。然后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体的那个内存的那个资源利用率会比较低，然后会存在大量的 page cache。然后特别是在内存资源我们逐步增大的情况下，这个浪费是呈线性增长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然后这张图是我们的一个现象集群的一个内存使用情况，然后可以看到整体的资源那个内存水位基本上是在 80% 以上。然后如果我们不做配置开始回收的话，其实我们能拿到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从回收资源回收回来的资源就只有 10% 左右，然后收益很小。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那个黄色的线，这个是我们整个配置开始的一个线，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占了一大半的，接近快一半的那个内存。然后这部分内存其实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它拿回来，那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配置开始都拿回来，对吧？我们需要就是知道哪些配置是那个冷的，然后哪些配置是热的，我们把冷的配置开始回收回来。然后这个其实社区应该也有一个比较一个成熟的方案，就 idle page tracking 的方案，就跟踪页的活跃度的。然后这个方案我们在实践下来之后发现，其实
很难就大规模铺开，因为它整体的消耗太大了，因为它系统性扫描消耗非常的大，所以没办法大规模铺开。然后为了评估这个配置的活跃度呢，我们其实内核团队增加了一个内核的模块，然后可以做到比较轻量的扫描配置的活跃度。然后这样子之后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比如说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它没有活跃的配置，我们认为它是个冷的，我们叫 closed page， 然后可以把这部分给回收回来，然后回收回来的那个资源呢，我们就可以给低的一个 SLO 保障的一些 job 来使用。OK， 然后这个章节我们主要讲一下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调度器的一个设计，就是均衡调度。然后同样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吧。因为我们之前同步的一个方案基本上是把我们的一个超卖资源，然后这个超卖资源就是指那个已分配未使用的资源，我们将这部分资源其实用一个相当于 source 的方式，就是 KBS 一个扩展资源的一个模式把它标记出来，然后单独拎出来是给 DSO 就 best effort， 我们俗称 best effort 的这种 pod 来使用。然后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问题是什么，就是很容易造成热点，因为作为调度器来说，这两类资源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相关性的，所以很容易造成比如说一台机器上它已经跑了很多的 best effort， 那你还会往上面调一个高优先级的作业性质，那这个就很容易造成节点的不稳定，那甚至可能要杀低优先级的嘛，对另外的几个节点可能是比较空闲的。然后现在我们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想把那个就动态回收，我们把那个 Node 上一些没有使用的一些资源把它回收回来，然后通过一定的测量，这个前面应该有讲，我们有做预留的，然后保障一个节点的稳定性主要是。然后调度器这边对那个高保障的 SLO 资源还是走正常的一个调度联盟，然后对于低保障的 SLO 资源我们采用的是会加上我们回收回来的资源，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调度。然后在整体的打分阶段，我们就加了一个那个讲到的 balance usage， 然后这个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避免造成热点，因为在我们在资源扣解的时候，其实高 SLO 的 pod 并没有感知到 DSO 的那个账本，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node balance usage， 啊，这个时候可以让那个高优先级的 pod 真正在做调度的时候可以跑到一些稍微低的利用率的 node 上面，这样可以避免就是整体的渗透的时候比较高嘛。然后当然可能有些时候也不可避免，如果整体的那个集群水位比较高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必然是要调到一台本身已经比较高的一个 node 上 node 这个机器上。啊，这个时候我们是加了一个预驱逐的逻辑，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选择这个 node 它已经水位已经很高了，如果把这个 pod 调下去有可能会造成那个 node OOM， 那我们可能会预先做一个驱逐，然后把一些 SF 的就 DSO 的这个 pod 给杀了，然后我们再调度上去，这样子可以避免那个 node 的一个不稳定。因为一旦调度上去如果发生 OOM， 那 OOM 代价是非常的大。然后接下来讲一下我们整体的那个线上的一个实施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的一些经验的一个分享吧。然后我们整体的，因为我们在线上有整体跑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一个恐怖集群，然后整体的 CPU 我们从之前的 10% 拉到 20%， 然后其实整体的利用率并没有整体的那个影响面还比较可控的，没有造成对在线业务的一些影响。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我们整个内存回收的那个效果也不错，就是我们能从配置开始里面拿到 60% 的冷内存，然后就是我们把这部分内存资源其实相当于就把成本节约下来了。然后总结一下我们一个经验吧，总共有三个大点。第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体的 Qs 跟那个 Priority Class 也是我们自己定义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在实施的时候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对在线已有的一个影响，因为设施也有自己一套逻辑嘛，然后会设置会根据自己的 Qs 是自己的逻辑会打三个 Qs， 包括优先级如果不设的话梦就零。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我们是要兼容这些情况，因为零按照逻辑里是最低优先级，但是我们可能之前可能跑了一些在线业务了它就是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订正或者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第二块就是说整个内存超卖其实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内存是不可压缩的资源，就是把它跟 CPU 还不太一样，你 CPU 即便你在超卖它其实都会做压制，所以我们可以不停的把离线的 压制在里面，对整机可能不会有大的影响。但是内存不一样，内存一旦超八，就一旦用超了，其实会到造成 OM， 那 OM 的代价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在那内存超卖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多预留点空间，就不要超卖那么多，逐步往上提。最后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整个动态调度这个链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Node Use Balance， 那个 Node Balance Usage， 那个我们就上报这个频率这块是有个经验，我们是实际上来发现其实这个频率不需要再高，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一个使用数据来预估未来可能一小段时间内 Node 的一个负载情况，然后找到一个合适节点把这个 Pod 调度上去。然后这里实际上不需要太高的上报频率，太高的上报频率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来就是 API Server 整个压力会太大，因为可能每晚都在上报，一个 server 肯定扛不住，那这么多一旦规模上来以后，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些数据大部分就是噪音，因为也没必要嘛。因为即便你当时的那个当时调度那一刻，你知道当天的水位，那可能调度下一刻，真正到了 Kubernetes 跑到拉起之前，可能的水位已经变化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是这么频繁的一个上报，我们其实可以拉长来看去做，把这些降噪。这也是带来的一个好处，所以说重要的经验就是说不要求上报太高，其实分钟级别就已经满足我们的一个诉求了。然后最后就讲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个展望，我们未来可能还是希望能在内存这块，就内存超卖这块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吧。因为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目前 Node 上的一个内存驱逐还基于 CI 的翻的一个数据，那这个兼容数据其实不能正确的反馈出一个节点的一个内存压力，后面我们会改造成基于 PSR 的一个基于 PSR 信号的一个驱逐策略，因为 PSR 可以很好的反馈当前 Node 上的一个内存压力。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会推业务一起来做，就是 Java， 因为电商阿里这边可能很多都是电商应用这边它其实都是 Java 应用是 GVM 这块堆内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浪费的，因为即便你不用它可能堆也是站在那边，一直处于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会结合 GVM 团队一起去做一个动态的堆内存，比如说来进一步提升内存的这个水平。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在线上那个做答疑的。好，非常感谢来自阿里巴巴的两位年轻工程师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好，下面又到了我们的问答时间，我们的两位老师啊已经上线了，请大家把问题输在屏幕下方的问答框。好，二位老师请稍等，我们的观众需要时间输入问题。好的好的，大家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了是吗？可以的可以的。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来听我们这样一个分享啊。其实我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位叫高维尼的同学提的，他是问那个，我要不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呀好呀。嗯，就是其实也比较我就快速的回答一下啊，就是他的问题是说我们这边提到了一些 AI job在我们的那个基础设施上在跑，那它怎么跟存储做交互的，然后对存储的哪些性能上有一些要求。我们这内部的话呢，我们因为就是存储和计算呢确实是分离的，然后不管是 AI job 也好，还是说其他类型的 job， 它的那种数据大部分数据都是在一个专我们内部的一个对称存储，我们叫 OSS 里面。然后呢，如果是性能上的要求的话，那主要还是说时延上的要求，因为我们不太希望他说在 IO 上，在数据的 IO 上阻塞了太久，对于作业的性能来说可能是比较差的。那这方面其实我们跟
业界一些就是专门做内存存储的分布式内存系存储系统的一个startup 叫 Aluxio 的公司呢，其实有一些合作。然后呢，其实应该有一些公开的公众号的文章，做了一些 PR， 做了一些介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不知道我可以 type 在这个答案框里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 OSS 加上这个 Aluxio 有一些优化这个存储 AI job 的存储性能的一些方案。你是说我看一下，对存储性能 tier 什么区分啊？这个是会那个，就是确实你说的 tier， 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是不是说它底下会有一些 SSD 这种更快的，或者是NVMe 这种更快的介质啊？这个的话，OK， 就是对这种 tier 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不会在计算这边做一些区分。就是往往是交给存储，因为现在的分离之后，这种优化会交给存储来做。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Aluxio， 或者说我们内部的 OSS， 它会把这种 tier 做一些更优化的一些利用吧。就是比如说把一些经常用的一些数据，会放在更快的那个更高的 tier 上，然后呢就可以整体的把这个速度提高。但是在我们K-by-S 这边，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调度计算任务的这个框架，我们可能不会再去做更细力度的这个就是区分了。就往往比如说我们去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提出一些 IO 的需求，那交给这个对象存储，那它内部它里面是帮我们做了优化的，可能我们拿到的是我们经常访问的数据被它已经放在一个比较快的介质中。但我们这个对这个本身我们是不感知的，对。OK，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哎，我看一下，AI 读取一个对象。被另外一个节点读取，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你一个 workflow 了，对，它会是可能会是这样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就跟业务的形态就非常就是 case by case 的情况了。那在我们内部的话，很有可能是说，我们先有一个数据预处理的一个过程，那先是一个数据处理的节点。那它可能是一些 SQL 的一些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它存在一个 OSS 的地址上，或者我们内部的一些类似 Hadoop 的，就是 HDFS 这种存储介质上，然后呢，存储系统里面，然后呢，接下来会有那个在 AI 的节点做处理，对，那这个其实就跟业务形态的关系就比较多了，有的是比如说。除了 SQL 之外，它有一些图像处理的、视频处理的这种 AI 推理，比如说 CV 的这种，那它又涉及到视频流的一些解码呀、抽帧啊这种处理，也要做预处理，对。然后这边我也顺便就是我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问啊，就是我这边也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就是对 AI job 的这个支持呢，在 K-by-S 这个体系中，我们是有一个就刚刚是也介绍了，就是一个我们叫有一个工具叫 KubeDL， 然后呢就是已经开源了，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吸引大家一起来共建，然后我们有一个钉钉群啊，还有其他的渠道，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建。一起在里面，有些那个增强的能力，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合作。对，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开源社区。对，我们的那个这个开源社区的那个目标呢，还是说就是在这个 K-by-S 的这个云原生的这个体系中，就是支持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负载，然后会做一个统一化的这样一个处理，这样一个工具。对 ，OK。
行。老师您还有10分钟的问答时间，让我们给观众再多2-3分钟等待时间。如果还是没有问题的话，您再下线好吗？好，没问题，没问题。哦，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对，有的时候我们观众需要思考一下。好的，好的。大家还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提问，请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再给1分钟等待时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请我们老师去休息了。哦，我这边看到一个问题是，CPU binding 的情况，我可以这里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内部的那个设计呢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我们的平台上跑的一些，我首先讲一下我们有哪些 CPU binding 的这种 case 啊，然后我再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置。我们现在主要是有大概3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它是完全独占的，它这个核只给这一个容器用，然后呢。而且它不会被超卖任务，那就是尤其这是保障度最高的。那第二个等级的是它也是独占的，但是呢它可能会被超卖给一种超卖任务，比如说它是一个，我说的超卖任务是那种离线的这种SQL 啊，或者是其他的大数据任务啊都有可能，它是可被超卖的，但它是独占的。所谓独占是说它不是一个 CPU share 的情况。那第三个 tier 就是它是 CPU share 的一个 pool，那大家都是在这个 pool 里面去竞争这个 CPU 资源的，共享这个资源的。那可能最后一个 tier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超卖资源，它是一个 best effort， 它是就是看看有没有空闲资源，有的话就跑上去。然后如果资源出现了紧张，它是可能被压制的，就是可能被throttle 这种很厉害。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情况呢？是因为我们了解到社区它目前大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全部都进行 share 嘛，不会有这种独占的情况，不会有说我这个核是一个 dedicated 的核是给一个容器用的。那我们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实验敏感比较高的敏感度比较高的这种电商业务啊，那我们可能会给它保障度非常高，可能它不希望有任何的跟其他人竞争的情况，所以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会有这种独占的 binding 的情况。那AI 训练的场景下会给 Kubernetes 进程，Kubernetes 其实我们不会去给他有这种单独的一个 CPU 核，他可能因为他的性能，因为对这种系统组件，他可能如果你给他除了 Kubernetes 还有其他系统组件啊。就除了 AKBS 这种自己的系统组件，也有我们内部的一些监控啊日志啊这种系统，我们叫它系统组件。那这种系统组件我们是不建议给它就是绑死在这种固定的核上，因为它一方面是占据了资源不能再分配给其他业务用，另外一方面这种系统组件它的load 呢又是这种 burst 型的，它可能有这种高峰，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它没有需要处理的任务的时候呢它又是利用率比较低的。那这种特点呢就导致他们其实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share 在一个大的 pool 里面的。那这样的话其实能够一方面我们可能这种目前来看我们可能对这种隐形的这种我们叫它隐形的系统组件，是因为我们对它进行 share， 那其实我们也很大概率是不会给它资源账本，那它进行 share 的话它又有这种 burstable 的空间，对，所以不会给它 binding 单独的 CPU 核。
其实就是我也再可以再拓展一下讲一下这个话题。对，其实是会有可能的，就是但是于老师打断一下，你把问题给大家念一下好吗？因为我们观众只能看到自己提的问题，别看不到其他人提的问题。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我刚回答问题是这个，有一同学问的，问的是我就是我们会给 Kubernetes 的这个进程绑定单独的 CPU。那我刚刚是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现在问的一个题目是这样会有概率导致 Kubernetes 抢不到 CPU。这个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但是我们会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是我们刚刚也介绍到了，我们会做一个基于利用率水位的这样一个控制，就是如果我们看到 CPU 水位比较高了，这意味着有些人已经可能在竞争了，那这种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原本在超卖的任务或者优先级比较低的任务，超卖任务可能被驱逐掉，然后优先级比较低的呢可能会被压制，然后给那种优先级比较高的这种系统组件呢让出资源来。像这种 Kubernetes 的这种组件，他们的优先级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在竞争的时候是优先会被保障的。对，然后这里我可以拓展讲一下，就是我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内部的就是内核做了一些增强，就是说我们会对这种压制能力啊，就是我们光靠C group 的那个CPU sharing 啊 shares 啊那个 CPU quota 呀、啊、这种压制可能不够及时，所以我们对 share 对共享核之前会有一些顾虑。那所以我们内核做了为了解决这个顾虑呢，我们内核同学呢会去做了一些增强，就是说去基于优先级的这个考虑下，这个压制能力可以做到优先，就是真的是在做压制的时候，优先级高的那个任务它是完全无感的，它完全可以不感知到低N级任务的存在，就是说低N级任务它可能完全被压制住了，就这种压制能力做了增强。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可能大概率会除了一些特别特殊的任务业务，大概率会推广出大部分的业务会变成 CPU 共享的这种模式，而不是单独给它 binding 一些单独的卡，因为这种模式毕竟对于利用率的提高，对于成本的那个下降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力推的方向还是说让大家去共享核，然后呢通过内核的一些保障，结合就是我们内核增强的一些能力，结合 C group 这些保障控制来那个保障运行时的一些稳定资源稳定性。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于Yinghao老师，您辛苦了，这么晚上在线回答大家这么多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了 sorry 我看错了。那再次感谢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问答框中输入，于老师可以在线下输入答案。好的，也可以在我们开源社区那个加入我们社区，我们有个钉钉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太好了。好，好，谢谢您，再见。再见，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时间。